最近 ChatGPT 很火哎，很多人说有可能将来 ChatGPT 会取代老师的工作。好的，我现在打开电脑，登录 ChatGPT，先科普一下 ChatGPT 是什么。英语的 Chat 是聊天，GPT 呢，它是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Generative 生成加工。Pre-trained 事先训练，有逻辑思维的一个模板，Transformer 转换器，它缩写为 GPT。诶，ChatGPT 可以取代将来老师的工作吗？那么我们来看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它是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他说。AI 的技术包括 ChatGPT 这样的一个语言模板，它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教育领域的工作方式，但是不可能完全取代老师。为什么呢？虽然 ChatGPT 可以取代部分的人为的工作，它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知识，但是 ChatGPT。它有很多功能是实现不了的，比如说人的情感的需求和人的交际能力的培养。那当然，我不能说我给你一瓶维生素，你吃下足够你身体的营养；我再给你一瓶营养剂，你喝下去，那么就能够满足你的情感和情绪的需求，可能吗？我们教育的方面是很多的，不仅仅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授和继承，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知识的检索和加工。那我们学校里面培养的孩子，他要有什么样的一种能力呢？首先是一种正常的一种情绪的交流，情感的一种需求，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不可能说孩子就面对着一个机器人来进行一个信息和语言的一个交换。因此呢，他有一个情感的需求，还有呢，我们做老师或者是我们在正常的工作中，大家都知道人际交往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知识喽。所以知识的传授和知识信息的一个加工，只是说我们教育的一个方面而已，而非常更为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和人之间怎样进行打交道，这也是人生活的一种乐趣。也是他潜在能力发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呢，我们不可能说老师只是起到一个传承知识来培养学生的这个知识的传输的能力，但同时的话，孩子的一个思维的能力、他的创造力、他的那个社交的能力，孩子和孩子之间，以及在走向社会之前，他的个人的一些情绪。那么这些作为一个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感的需求，因此呢，我们不可能说 ChatGPT 就可以完全取代老师。所以呢，将来我们学校里面的教师的工作，我认为呢，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可能去被这个机器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再比如说，难道说我们城市里面建造了几所图书馆？或者说，我们把我们的图书馆从原来的纸质化的书变成电子版的书，那有这样的一个信息量了，我们就不需要老师了。因为人呐，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他除了一种知识的需求之外的话呢，也还有一种惰性，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他就是热爱学习哦，他有一种知识的一种探索的欲望哦，有很多孩子他是有学习障碍的。所以呢，人呢还有一种惰性，这也正是说，为什么说我们需要一个学校的老师，他需要一个正常的，上学，放学，作息，这个体育锻炼，还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授课课堂，这个课程表等等的，正是因为。孩子呢，在从小啊到发展成人之间，他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呢，我不认为这个学校呢会消亡，也不可能说教师的工作呢被取代，我们只能说教育需要人类的智慧和情感的结合，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结果。